们又要去露营啦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哪一间？你说哪一间？上次的那一间呢？没有，我想要去吃吃看，等一下那一间。那你觉得富盛号好吃吗？嗯，你不是觉得富盛号还好吗？认真开车。你不想得罪人是不是？要打扰开车的驾驶好吗？驾驶要全神贯注的开车。最好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听说很厉害耶，我蛮期待的。就是猪油拌饭听说很厉害，而且它的那个它是用那个瓦罐煲汤，感觉汤就很好喝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吃吃看，好不好，妈妈？等等见。哇，天哪，超多人，超多人在排队。萌萌的也太大碗了。当归。芒果吗？汤汤果。萌萌，你觉得哪一个汤比较好喝？妈妈汤都很好喝，爸爸汤都很好喝。真的都好喝是吗？对。那你的饭饭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下次要吃碗好不好？知道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对不对？累死我了，我要去准备晚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雾蒙蒙的状态。这里景色真的很美。今天一样是吃那个韩式烧烤，但是呢今天有不一样，这个我等一下打算用盐焗海大虾，然后就是五花肉跟梅花肉排，然后泡菜跟大葱，等一下会搅拌搅拌。然后这个是我前一天在家里做完的凉拌豆芽菜，然后一样有一个生菜。今天就比较简单，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期待哦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用这个锅子煮白饭，结果好像很成功哎。等一下要用那个拌海苔，变成海苔饭。然后再淋芝麻油，搞定，准备开饭。好，虾子帮我铺上去。嗯，要做背朝上，就平铺啊，平铺。侧边哦。对。它只是放上去。你可以先熄火，不然它一直在烧。你就动作要快一点。油脂放得完吗？放得完啊，我就是有算过的。哪有？靠边边一点就好啦。你会掉，掉了就没有了吧？ Yeah. 今天喝这个，三个五个，来。啊？杯，摸摸。哇，好香啊！有没有闻到虾子的味道？嗯。先来搅拌搅拌。刚刚还不是搅拌搅拌。嗯？刚刚是搅拌搅拌。不是什么放了就这样哦，你这样子转圈圈哦，可是这样子会掉啊。妈妈先这样子搅拌搅拌搅拌就好了。结果这个很烫哦。我原本是想要像韩国一样用超大块的那个杏鲍菇，但是呢我怕还要剪又麻烦。哇，超级大的。这个虾真的很肥耶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这虾超贵的哦。好吃吗？嗯。超赞！我的五花肉宝宝们，等一下就要来包菜。虾子好吃吗？嗯。超级海大虾，
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大只。我要先吃一个，直接。我一定会赢的。要不要尝那个杏鲍菇？不要。嗯。干嘛？杏鲍菇超好吃。热汤少咸了吧？哎，那是什么？盐巴。盐巴。可是我不想。这盐巴我想我可以加吗？很咸哦。好吧。要想要加，算了，我再放你沾一点点，靠近一点，这个比较大颗，给大家看一口，好好吃。这种葱丝，包一点葱丝，再加一点包饭酱，然后蒜片。哦，没有买到辣椒，豆芽菜跟泡菜。哇，洋葱一个，超满超满超满。你觉得我包得了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嗯。妈妈。嗯。吃完饭才可以吃这个香蕉哦。哎，你不要弄掉哦。今天的月亮超级圆，真可爱。萌萌来，好吃吗？赶快吃吧。呵呵，很好吃啊。要跟我抢吗？不会啊，因为这就只你一个小屁孩而已啊。嗯？我说什么？就只你一个小朋友而已啊。大人不
不行溜。对呀、啊。因为这个溜滑梯太小。嗯。只能小人溜下去。小人溜。啊，大人不行。那、嗯、大人只能在旁边看。对啊。爸爸，你可以看我吗？我溜滑梯，你可以看我吗？好啊。我会接住你的。好吧。哎！哇！很好玩，还要再玩，还要再玩。啊！哈哈。嗯。哎呦！很好。你去那边。好了，知道。好，来吧。再近一点，很近很近。好，来。再近一点。OK OK， 来了。抓住你，我会抓住你的。嗯。哎呦！抓住你了吧？你也很可爱，我帮你拍吧。老鹰耶，哇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今天洋葱自由了，洋葱超多颗，不是洋葱超多颗，超多洋葱，我最喜欢吃洋葱了。我也是。你也是哦。今天晚上的晚餐是寿喜烧。松板猪，然后就是澳洲和牛黄瓜条，然后跟市场买的米花猪肉。白饭在这里，准备吃饭喽。还是我坐吗？你坐这边。可是我又没位置放碗跟叉了。那把这个拿过来就好了。好，等一下猜猜哈。毛毛滚了。加一个蛋卷。还有金酸。看，很可爱的红萝卜。花花口味。花花口味，妈妈为你弄的耶。我再看它还有没有套。还有点。小心哦，吹吹。不会。不会啊。不会烫。真的，好吃吗？嗯。吹吹哦，太烫了，对不对？吹吹哦。嗯，我肚子吃小了。算了，这就让我吃吧。掉了，那个先不要吧。可是爸爸想，爸爸这掉了，给你吃。掉了再给爸爸吃。我可以买很多红萝卜
带去露营吃，拜托。好啦，好，你赶快去吃，我以后在露营的时候再买红萝卜。还要再切花花的图案。好的，那你赶快吃吧，你吃完妈妈最开心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看起来看这个山真的很漂亮。啊？今天早餐是这一天。啊？知道吗？小心。小心。